迄阵皈依师父，心内我就发一个愿讲吼，我要倒来到六家娶妻。迄阵做好呾，平地人平讲出子，逐个月都拢有招会员，倒去咱个正式会员的一日增加。你要办活动，一定爱有一个将军心在想讲，我来搭两间屁厝，搭屁厝吼，我投资的生意向倒去，啊，花啊钱也向倒去，嘛少无钱，所以我着对花啊。迄阵都有上班，暗时啊顾儿子，回来都兼做事，伊那干落个，那咧娶厝子吼，我真正拢做无用。拄着困难，正属于先去看，无人会阻碍着，惊你家己阻碍家己。出去这条路是我家己找，想着师傅吼，较艰苦我都行，咱都忍起，忍袂着好好的都照常。有迄弯道，有迄咱屁厝，一边开花，一边做香丝，常常有咧义卖白粽啦，做油饭啦，啊，大家拢来斗做。到即阵吼，咱六家已经有两个学历啊。我用爱互因，爱用真诚的心吼，把因带，就安尼吼，同我带起。我的家仔囝，大家拢足敖，啊，大家吼足贴心的啦。像即阵我身体较无很好，我暗时啊都拢无出去啊。啊，日时啊吼，我挂相机也是主办做环保，我都拢有去。以前我未生的时阵，我拢怨叹是安怎安尼好翁人咧嫁，啊好囝人咧生，啊我是安怎太艰苦，真吼会感觉讲吼好翁是我咧嫁，啊好囝我咧生。